月的阅兵式之后，俄罗斯又迎来了一大盛事，就是夜间冰球联赛。总统普京作为主攻手，是亲自披挂上阵。当地时间10号，夜间冰球联赛第6届全俄冰球节在索契拉开帷幕，和总统普京与一众高官以及明星球员共同出战。然而，就在普京整装待发、准备进场之时， 却被美媒记者突然问及如何看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一事。 这一突如其来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普京的兴致。身着11号球衣的他刚走上冰面，看台上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普京领衔的明星冰球队可谓阵容强大，国防部长绍伊古负责防守，守门员是图拉州的州长，队员包括费季索夫等著名的冰球运动员。与其对阵的是夜间冰球联盟队，队员中有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各地官员以及俄著名的运动员等。 比赛过程异常激烈，普京和队友频频射门得分。为保住己方球门，情急之下，夜间冰球联盟队开始出现侵犯性的举动，甚至不惜对总统犯规。 对于对手的挑衅，绍伊古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这样的进球我们可不需要。”最后，普京攻入7球，带队以17-6的成绩击败对手。2011年，在普京的倡议下，一项面对冰球业余爱好者的赛事应声出炉。由于比赛都是在夜间举行，因此被称为夜间冰球联赛。国家首脑参与赛事也成为一项传统。